他就是无辜的，是经由电视自学的，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发展性会更大，他从他内心跳出来的感觉，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得到。他是来自我们部落小村庄里面的一个小泰雅姑娘，她叫哈娜，今年国中二年级。对吗？你不要只看我啊！大家掌声鼓励，谢谢！加油！加油！叫我下去陪你跳吗？哦，不是啊。好，好，谢谢。那这个。